我出多出事的时候，我都有讲，我妈妈就因为又穷无营养，啊，搁半暝都做到三点。嗯嗯。伊个是会使讲连坐月子拢无休困嘞。已故雕刻大师朱敏回想自己困苦的童年，妈妈对他这一生影响最大。穷人家是吃不到肉啊，我们当时要好妈妈吃，妈妈说，我不敢吃猪肉。经过好几年，经济好一点，我妈妈都在吃。我五斤啊，恁食都无够啊！字句间都是对母亲的不舍。朱敏小时候先向苗栗同小李金川师父学习传统庙宇的雕刻绘画，30岁拜师台湾雕塑界大师杨英峰，拿出最有自信的两件作品，都是与亲情有关。简单嘞，到尾啊，你是摕妈妈的慈母像，甲师母的许弯沙的女孩，去敬仰老师。那时阵在选作品的时阵，你。那也是选这两件作品。你若要选题材哦，最好是选的靠感动的、靠感情的。朱敏苦尽甘来，用了12年的时间，亲手打造占地11甲全国最大的公园美术馆，1999年正式开幕。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处于农台湾农村社会的一个时代，对母爱的一种关怀啊，所以说有做了一些。亲情方面的一些作品，馆内也收藏许多关于母亲的作品。户外园区放了慈母碑，也以妈妈的名字打造了一座爱桥，纪念母亲无私付出的爱。继续网红伟涛、童亚云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